可能有人知道某音的一位视频作者名叫万宁，在棋牌类游戏里那是如法师一般的存在，因为他会放技能打得对手和裁判痛哭流涕。好奇在网上那么一搜，确实出了相关游戏，咱就瞻仰一下如三国杀般可以放技能的五子棋象棋有多惨绝人寰。首先这个万宁五子棋开局先选一个招式，鸡贼的是什么呢？想要升级招式就得看广告，比如这个万宁阵法，每升级一次额外多下出十个棋子，这就是棋篓子撒了。话不多说，先开一局，超级加倍啊，这还带叫地主的，我就怕一会儿翻出来个工兵，对方飞个妖姬吃了我的马，这玩的是数目呀。对方先友好的打了个招呼，黑子落在了棋盘正中央，没放技能，人畜无害的一步。我方落子使了个万宁阵法，一次性落子11枚啊，看来是胜券在握了。等等，原来对手有被动技能，使用了个超牛阵，场上黑子如疯牛一样横冲直撞，撞飞了多半白子，真是卑鄙，甚至棋盘都撞碎了，我方可不赔啊。对方再落第2枚黑子，哎，合着棋盘上有黑子就撞啊。3个回合以后棋盘基本报废，对方竟然发出求和申请，那给个台阶咱就下吧。再匹配一局，对方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，使了个雪域影杀阵，直接凑成15连珠，还真是小到拉屁股，给我开了眼了。再试试连招模式，敌我双方都选择了超级加倍，哎呀不知死活呀。双方各下一子算一轮，第一轮我选择雪域影杀阵，对方的困龙阵毫无作用。第二轮选择被动技能八卦阵，对方使用分裂阵，分裂出6个黑子就激活了我方的八卦阵，6个黑子变白子了，颠倒黑白呀。对方又分裂一次，啊，发育还挺快。第三�轮使用5雷阵，对方使用了个4方阵，这一轮连棋子都可以了。正当裁判要宣布胜负的时候，西北前天刮了一片云，咔嚓嚓劈的黑子是4分5裂，我方落子连成5子，获得了胜利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啊。那么3人模式呢，黑子白子还有金子，解说是没法解说了，脑袋容易冒烟了。简短解说几乎是下满棋盘，最右侧一列之前一直不能落子，后来能落子了，作为黑子我就赢了。接下来是万宁象棋，游戏模式基本一致，开局前选择大招破釜沉舟，所有兵一起前进，很有气势。哪成想对方大招是御驾亲征，将在窝里动一下，我这边3个棋子灰飞烟灭，将在家下蛊呢是吗？我这边再拱卒，对方再御驾亲征，我这帅身边就没人了。来来回回2、3次，我这老光棍了啊，日子没法过了。再来，对方的炮直接飞过来吃我的马，使了招顺手牵羊，我这边没好人了，使了个御驾亲征才吃掉对方1个马，不看广告就得接受现实，对方顺手又牵了只羊，棋盘都有点挤了。再过一轮这就没法玩了啊，春运都没这么挤。再来一局，吃顺手牵羊将军，这就没地儿说理去了，惨无人道的败给了重度广告用户。2款传统游戏配上技能抽卡都玩出花来了，要了命了。那么这条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王凯，我们下条视频见。